过完年，我和铁蛋一块找了个班上。你们怎么新来的小伙啊？带人熟悉一下工作，就给安排个座位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你坐这儿吧。哎，铁蛋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不是咱工位这么大，要坐一起吗？哦，那个你刚来公司啊，有很多东西要学的。哦，没事儿，我虽然没上过什么班吧，但我学东西挺快的。那我先教你一个。嗯。摸鱼。摸是什么？你把电脑往前一放。啊、哦。等着。然后呢？咱也可以聊聊天啊，刷下抖音啊。光聊天不用工作吗？咱们同事之间增进感情，不也是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们聊聊什么呢？聊什么？要不聊聊爱情？咱不是写日报吗？那就写通过什么？不懂了吧？啊、嗯！你刷抖音呢，你就写通过互联网平台寻找目标客户。咱聊天你就写和同事开会讨论。这班上的好，挺好。上班最重要的是身份证。嗯。要懂职场礼节，这不开年返工吗？嗯。不得给老板送个礼吗？我咋挑？嗯。咱老板湖南的，这个和成天下礼盒，在湖南都很受欢迎。多高档，多气派，多有排面。那他肯定喜欢。好的，行。对，看你，你呢？你升职不了，那个以后你就跟我混，我就是你师傅。嗯，好吧。那我们接着回去摸鱼。摸什么鱼啊？剁点下班了，回家歇着是吧？啊、哦、啊、哦，那为了感谢师傅，让我送你回去。哎，懂事啊，懂事。徒弟，你车呢？他这不来了吗？哎呦，行啊，徒弟啊，啊，可以。害怕，就是今天我认识了两个朋友，怎么了？教我摸鱼可以？这个不行说，引导引导。